民进党已经开始在带一种风向了。你说在今天的事情过后，已经开始带新的风向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哦、而且越讲越离谱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全台湾只有这一包有问题？”所以怎么了？有一个人竟然说：“请减掉介入调查。”这是被动手脚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特定的，他没有直接讲啊，因为这样讲会被告。对。哦，那可是就是他在带风向啊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。嗯。那王必胜因为徐巧芯在攻他嘛，说你这离谱翻车、啊，下台啦，道歉啦。嗯。王必胜，我估计赖清德也不会用啊。这个生产力这么旺盛，旺盛到全国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政策照理说是不会跟着一起联动的嘛。可以不用被动到的。政策可以啊，政策就是政务官、啊、但没有一定要啊，政策没有一定要，要一定要下台。政务官，政务官都要下台。他本来在那个啊，负责那个医院啊，对啊，算是被陈时中弄上来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陈时中那个时候就有人说。显然你对那个官员伦理 不在乎嘛，这个事实上有违反那个，我知道行政院有定一个这个公务员的那个什么伦理规则啊之类的啊，那你生产力这么旺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多元家庭，对不对？也不知道这次去日本是跟哪个家庭、啊、对不对？请问王必胜最不敢验的是什么？黑瘦肉精逼小孩 DNA、嗯他听到 DNA 就有闻之色变。所以现在带的风向是说全台湾就那么一包有问题。对，就是说台糖，因为台糖是直接被人家质疑嘛，所以台糖就对这个安心，那个叫什么安心猪肉，是不是的上游中，反正 上中下游通通都去查了，那也验了很多啊，就是通通都没有发现。他这个当然也担心过年时间销量的问题，因为猪肉的需求量极高，猪肉需求量过年期间是最高的，对，大概仅次于中秋烤肉，对对对对对，或者是中元嘛，中元还三节其实都满，端午也会用到啦。对，可是但是春节绝对是最大宗啊。对对，因为好几天嘛，对，然后大家一定会。吃好吃满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养猪协会昨天已经有若干人等要去台中示威嘛，啊，那你也知道养猪大户就是云林跟屏东嘛，都是绿营执政啊，对不对？云林没有啦，哦，云林不是，对对对，屏东啊，屏东是绿营执政啊，台南也有啦，啊，这个我昨天碰到万美玲，她说桃园也有哦，养猪，对对对，哦，所以。台湾的养猪产业非常大，欸，对，啊，那影响，而且都猪肉大户都非常有钱啊，嗯。可是你觉得这一季真的会继续烧下去吗？或是会烧到肉吗？我认为难说，因为这个西部特罗真的很毒啦。嗯，他们说之前也没看过有人西部特罗，对，因为这个东西非常贵，对，啊，然后真的很毒，对，啊，所以真的有一些比较。求健康的人就暂时不吃猪肉啊，嗯，真的会有这个效应，嗯，啊，而且是发生在台糖，对，品质保证的他们就会想说，啊，连台糖都有，那何况是其他民间业者，他就会开始怀疑嘛，因为猪肉还是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厂商嘛，嗯，啊，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想说度过这阵子再说，可是这个肉是去年六月的产品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点是，是让该吃的人都吃到了，对，啊，说退的少之又少，对对对，因为大部分都表示去年六月这个产品大部分都卖掉，而且都吃进肚子了，啊，那就刚好验到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残余品了，啊，没卖完的，哎，没卖完的，这个市场量极少，啊，就是说跟现在台糖新生产的安心猪。也不一样，哦，所以你反逻辑来讲，那难怪说什么全台只出现这一包，因为大多数都不是那一批了，哎，对对对对 对, 对，事实上目前包括农业部、卫福部、民进党的立委就是在带这个风向，嗯，说 这一批货已经没了啦，所以大家放心，啊，那一批货为什么只有台中查出西部特罗呢？然后是怎么没了？那批货怎么没了呢？吃下去了， 对啊，所以好可怕，他们也
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有啦，因为台中查出来是 0.002ppm 对，那中央查出来是 0.012、啊、反正吴秀梅现在讲说无论如何就极微量嘛，对啦，他就是有嘛、嗯啊、至少有我们卢妈妈冤屈得雪、啊、他们本来食药署不愿意跟地方一起验，对，不合作的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在电视轰他好几天说、嗯、你为什么不一起验呢，你们都是同一个卫生单位出身的、啊、那一起验不是大家都没话说，我后来才被逼着就做这件事啊，一起验啊、欸、我觉得这次虽然不想要这样讲，可是我觉得这次对到台中也算是他们也衰啦，因为台中是很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撂出来亮出来的，这个是如有些人鼻子摸摸等一下真的被误会，这个是我们那个彦质市长的特质啦，因为我以前跟他我跟他很熟啊、嗯，我不是因为郑兆新跟他熟，我本来就跟他很熟、啊、那现在又增加了卢秀凤、欸、你们有一起当，我们两个就都在财政委员会，对，难怪嘛，所以我跟他很熟的、啊嗯、就是他在财政委员会就定位自己是小市民的财政委员哦，所以他本来就非常关心从消费者角度市民角度的感受，所以他对这种小问题他都追得 很细，当时就这样子，财政就已经这样了、嗯啊、什么金融的问题啦，看很细，他就追得很细，就是都是当在那个小市民的角度看问题，这个是太严重了啦，而且他妈妈市长石安这个东西这个直接扯上直接撞到了，所以其实坦白说了，台中卫生单位也是非常谨慎，他们也吓到了，对，因为这个是超级大事啊、嗯、而且不是莱克多巴胺，是西部特罗，对，那毒性更强，所以他验了22次，然后22次这还被讲啊，还说 你是多不精准，需要验到22次，就是他们怕了，因为这个公布不得了啊，所以就一验，因为也首度发现啦，我认为卢妈妈就我们那个彦质市长应该有跟他讲说确定吗，再验再验，那验到实在是、哦实在是就是有、啊、就真的有、啊、就是有、啊、对，微量也是有，是啊，对，是啊，当然是这样、啊、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，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 GABA 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